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修，欢迎大家多多关注《欧尼杂志》。本来对中国很感兴趣，然后老家离中国很近，所以来这里很方便。第一次来中国，很高兴，喜欢在这里旅游，然后就毕业了就来这里生活。可能我已经差不多30，所以不能变化很多事情。那这个原因，尽量会控制就做自己。如果不做自己，我就会不开心，所以做自己是我最能保持平静的。我觉得可以吃饭、去旅游或者看电影。如果就不开心的时候，可以。见朋友，比如说一个星期我80%时间一个人，然后20%见朋友，因为比较喜欢一个人跟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也需要一些社交的时间，所以一两天就见朋友吃个饭聊天。平时一个人学习，然后看视频。锻炼、运动、看看书，可以接受没有手机，但是不可以接受没有电脑，因为没有网络，感觉跟这个世界没有联络。喜欢杂志，因为可以尝试不一样的自己，新的发型、新的衣服。很喜欢可以尝试新的突破。可以多看博主，看视频。我喜欢看旅游博主。我觉得综艺比较放松，因为可以展示自己的生活，不需要做一些自己不太会做的事情。有可能会。可能明年会接一些国际的合作，对，还是会做自己的衣服品牌。我比较喜欢帽子，所以我有很多帽子。我喜欢不一样的风格、不一样的颜色、不一样的设计。在某些时候肯定会感到一些焦虑，很正常的状态。如果遇到未来的自己，可以问他：我现在可以在哪里做更好，在哪个方向努力。